随着肖战和杨紫在影视剧中的合作越来越多，两位演员的关系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尤其是近期有不少粉丝观众开始将二人配对称之为疑生夫妇。三年来，杨紫的身边一直都有肖战的陪伴，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私人生活中，他们一同出现在电视剧宣传活动当中，也多次被网友拍到在街上逛街吃饭的画面。更有趣的是，两位演员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引发观众的热议和关注。然而作为艺人的他们并不会轻易公布自己的感情生活，所以这一对余生夫妇是否真的存在是无法确定的。但是无论如何，肖战和杨紫的好感度、互动频繁程度都已经足够给他们加分。这样的一对余生夫妇不仅让粉丝观众们欣喜，更成为了影视圈里的话题人物。他们的互动热度不仅为他们个人带来了更多的人气和曝光率，同时也为影视剧的宣传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就像许多粉丝所说的，肖战和杨紫一起拍戏很舒服，很自然，他们之间的互动感觉很真实。凭借着这样的真实感，这对余生夫妇成为了粉丝心目中的幸福榜样。尽管不确定这对余生夫妇是否真实存在，但是他们搭档出演的影视作品却是让人期待已久。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演技上，两位演员的互补性都十分出色，令人期待他们的每一次合作。总之，无论肖战和杨紫是否真的是余生夫妇，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真实感和互动频繁程度已经足够让观众们为他们添上一波爱的加油声了。期待他们的每一个作品，期待他们的每一次互动，愿他们可以一直保持良好的互动和友谊。